宇慧，干嘛去了？刚才想找你喝咖啡，找了一圈没找到人，干嘛去了？约了两个人采访，刚采访完。行啊，本来觉得你需要慰问，现在看你干得风生水起的，异地恋完全没受影响。他忙我也忙，他能抽个时间给我打个电话我就知足了，哪像你跟唐岩啊，天天腻在一起。我们俩现在过的是中美时差，他最近写不出歌，整个人都很崩溃，时间完全对不上。走吧，喝咖啡去。嗯。怎么了？会搜剧吧，赴唐岩的女孩多了，她这个人脑袋里除了音乐对这些都不感兴趣。走，喝咖啡去。我还是想去接风看看。我陪你。那你在客厅等我一下。好。我手里有房卡，他如果白天干这种事情的话，那不成傻子了吗？走。又熬夜了，来了。那渴不渴？我拿点水。会，我有点饿了，你去吃点东西吧。你和苏晨睡了？碰到他。会，你等我。听我说，我跟你说，我和他没什么，我只是，你知道我心里面只爱你一个人，我只想找点感觉，我就是想找一点。完了，你会，你会，会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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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会。
干什么呢？行了，知道你是来看我笑话的。我被唐英绿了，差点捉奸在床。那女的是苏珊，现在正在微博上秀恩爱呢。行了，你知道了，满意了。至于吗？至于吗？不就失个恋？要不然，哥们肩膀借给你靠靠，哭一哭。别把你用在别的女人身上那一套用在我身上，行吗？行，那我就给你来点不一样的啊。带着新鲜的，拿着，别给我阴阳怪气的啊！该哭哭，该闹闹，这事憋着过不去。你不就怕丢人吗？我跟豪哥说了，这地儿我包了，你就大胆哭，没人看得见。实在不行，哥们儿陪你一起哭，不丢人了吧？来。行了。